虽然说最后一个主场，但是我们还有客场嘛，就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轻言放弃吧。作为球迷都非常希望这场比赛能赢下来，而且还要大胜，这样才能保住出线的希望嘛。我觉得国足这几场比赛以来，他们这个战术打法明显比原来就加强了很多，而且在球场上这个拼搏精神也是让我们为之感到欣慰。我觉得这场虽然说咱们就是胜利了之后可能也是要看别人脸色才能出线，但是我觉得如果这场能赢，就会使咱们球队更加有信心，让咱们球迷也更加有信心。因为这届比赛也是中国队最后一个主场了嘛，而且预选赛也是倒数第二场了，我希望打出血性，打出我们想要看的东西。我希望中国队能够在场上力拼对手，即使输了，我们也会永远支持他。我感觉中国队这场比赛，我想是胜利，我感觉中国能赢，1-0能赢。我感觉我们的前场队员发挥得非常好，我们创造出来很多机会。我觉得这样打下去，我觉得下半场咱们还是很有希望的，我还是很看好的。闭上。